从心入下，就是读心，大的谋略，高智商的对决。他内心是怎么样？出场是个很英气的，就是中性的感觉。他就是智谋，这种飒的感觉。这里小腿伸直，放空后坐，真真假假。只有我一个人是放松的。会有点相互试探。到时候我们的心往一条路上使，我觉得就好。千古文人侠客梦，希望笑傲江湖，惩恶扬善，把心中的理想点燃。我们一起踏踏实实，不浮躁，不敷衍，不将就。跟之前的武侠不一样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这个体验好，来作者说话，超出大家的预期，我争取做到。祝我们项目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，大家安安全全。希望开工大吉，大吉大吉。班长，最后我会看着他。雷无贵的抓妈妈，我在想我做人还真难。相当有点这样。音乐，把你的滑手机停下。往内找呗，找呗。哎，再接一下。到哪了？到你的地儿说出来，躺在那地儿。哎呦，我来他们了。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想先问你，你会查到何等？凡有真人，必负代价。你是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若成了，取而代之。伤到汝脑了，苏家大难临头。尉迟迎是什么意思？若我就是想输你，落子无悔。做了一个关于云香传的梦，一个动脑子的人游离在那么浓浓江湖气的一群人中间，然后慢慢认识到自己，认识到人，认识到感情，好像即使收工了以后，这个梦也没有醒过来，一直在持续在这个梦里。酒友战友，每天喝酒俩。小姐，收工。感谢，就这样杀青了，好快啊！能不能多加两档吗？恭喜佳期！我是大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们再补一个镜头。谢谢老爷，谢谢。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辛苦所有人呐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的辛苦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《云香传》大卖，杀青快乐！杀青快乐！恭喜小哥，恭喜！